错的话，就要闹了。哎，真是很难呢。上次很简单，我要打给我绯闻女友。哎，吴哲林，请说。我现在要找一个古坑的一个秘境。这上面收藏在哪里？不要给他压力，不要给他压力。好，可以了。哇哇哇！这个很强哎。没有没有。是不是以为来到了澎湖呢？好累好累好累。